弄好，我是老鸭说。现在正在 Jetstar 的飞机上，刚刚从日本成田飞到了台北，飞机正准备开舱门。乘坐摆渡车去航站楼。本次航班是日本飞台北的，所以事先要拿取卡片证明你不是从非洲飞过来的。因为非洲猪瘟，所以桃园机场的入境检查比较严谨。哇！不止我呢。顺利入台，先去办电话卡。在机场办了大哥大的电话卡，七天畅游带通话费450台币。去抽奖结果呢？我问一下，问台中的123是？
哦，好，谢谢。